亲笔挥毫的手写春联由楷书、隶书任君挑选。基隆浸信会荣光堂年节搬出了道地年味，贴近民众年节的需求。这是你儿的名字，然后这是儿子的名字，喜乐喜乐全员呐、啊，那安歇水边。来拿春联，多多益善，这个不被满意。我们之所以会举办这个手写春联的活动，就是因为现在的春联都是用印的，没有温度，所以我们希望用写的，让春联更有温度，而且呢更能够贴近人的需要，因为那是客制化的春联。我在贴春联的时候，不是迷信春联本身可以辟邪保平安，而是呢用神的话来展望明天，心意更新。阖家团圆，用手写的祝福加深信仰的温度。